这就是我做的一个用一个木棍做的一个小宝剑。我首先把这个木棍用剪刀把它这里给剪尖，然后再把这里给刮刮一刮，然后把这个给刮尖一点，然后再把这上面涂上颜色。这边是绿色，这边是红色，然后这上面也涂上了一点颜色。然后我把剩下的地方没涂上颜色的地儿，我就用黄色给它补充上。然后这面我也红色黄色给混上了，然后就很好看这面。然后这是我做的剑套，我是先用一张纸按照这上面折折折，然后再把头部给卷下来，然后再把这个用胶带把它这么一粘，然后这个我是用那种，然后把这个先放在这里，然后一直往上这么卷卷卷卷卷卷，一直卷到头，然后这个就做成了，然后这个还正好就可以插上，然后这个是我做的剑柄，然后我一开始做的是有点粗，然后又给它剪细了。然后感觉还有点长，就给它两边折了一下，就会向下。然后这个就更好看了。然后再插上剑柄，就是这样。